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画梅花。梅花它是一般文人都很喜欢的一个画法。那今天开始学之前，我们先用柏描的办法告诉大家梅花它的结构。因为通过柏描，更能够说明它的结构。所以我们先学习柏描的画法。首先我们拿一个小的笔，这个沾水刮一刮，然后笔尖沾墨。因为我们这个画这个柏描呢，它没有这个浓淡区别，所以说我们就不讲究笔头上的笔墨浓淡，不要求了。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用笔尖在画。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梅花正面，它是一个怎么一个形状呢？我们用中锋，中锋用笔画五个瓣，一个瓣，两个瓣，三个瓣，五个瓣。这是正面的梅花，中间我们点一个花心，然后它有几个瓣可以给它点出来。这个就是梅花的正面啊，我们再画一个半车面的梅花。先画三个瓣，然后侧面两个瓣，这个花心也是一样，这个是这样子点法。这是侧面的，还有画一个正侧面的，中间一个圆圈，这是正侧面的一种画法。还有花蕾啊，花蕾就一个圆圈就行了。我们再把这个枝条，小枝条给它点出来，这个就是这个是梅花的用柏描的办法来强调它几个这个造型啊，有正面的，有半侧面的，有正侧面的，还有就是花蕊。我们先学这几个就行了。那根据这个画法以后，我们现在画一个小稿啊，就是画一组的梅花，它是怎么组合起来的。我们先画梅花啊，画一个正面的梅花。接着呢，我们就画侧面的侧面的一般是以品字造型啊来画它一组的小这个梅花。好，把这一组画完以后，你看这个就是品字形啊。我们来把小枝条给它画上去。
再画上一个花蕾。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这个百描梅花的画法，就通过这几种的这个结构，梅花的结构画完以后，然后我们再画一个一组的这个梅花。所以说我们画梅花，关键还是要学好画枝条，枝条是很重要的。梅花相对来说就比较实，是吧？你懂得画一朵完以后，就其他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枝条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说一幅作品好坏，也就是说你的枝条，就是枝它的布局，画完画好，自然画就能够成功。如果你不注重枝条的这个穿插，你画梅花画得再好，也是不好看。所以说，我们等一下下去还会继续讲这个怎么样画枝条。好，这个是百描的这个梅花画哈。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告诉大家用颜色来画梅花啊，怎么画好啊？我们接下来就调颜色来画梅花。这个我们用一个中等的这个毛笔哈，先调朱标。把朱标呢调到这个笔根位置，因为我们这个用侧锋画法，所以说一定要讲究这个调色，一定要调好。如果你没有调好的话，你画起来它的颜色就没有变化。我们首先把这个朱标调到笔根。然后笔尖沾曙红，调到笔肚，颜色可能要饱满一点啊。好，我们现在就根据刚才百描学完以后，知道它这个梅花的基本结构，我们现在用颜色来画，也是先用画一个正面梅花啊，五笔。五笔啊，正面，然后再画一个半侧面的。然后画一个正侧面的，我们再画一个花蕾，没开花的，啊，这几种。然后这个里面的花心还是用墨，我们来勾。中间一个花心在中间，然后这个花蕾。这个半侧面呢，我们为了快一点哈，我们不一定一条一条线画，我们像写那个这个 W 一样，你看，就很容易这个画，这个一样。然后呢，把这个小枝条给它勾出来。半侧面的这个可以看到一点点下面的，这个就是用颜色来画梅花。好，我们按照刚才那个画法一样，我们画一组这个小的这个梅花。
画一个，先画一个正面的啊、哦。侧面，把花心给它勾出来。这个花蕊这个点要点出来，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花的这结构给它这个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而且画画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关键要他懂得五瓣的画法怎么画，三瓣是什么画，代表什么，一瓣是代表什么，这个首先要懂。但是我们一般画画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画的最多的就是梅花的正面画的最多，还有半侧面花蕊，这个画的比较多，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好，我们上半节先讲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讲。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接下来我们这个根据上半节讲的梅花它的基本结构，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上面基本的一些画法，然后我们重点来创作一幅梅花。那创作之前呢，我们首先这个要注意，它这个一幅画里面的布局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这个这张纸给你，首先不要一下子就下笔，是吧？首先要看好纸，我们主要的梅花放在哪个位置，这个枝条这个穿插什么一个穿插，所以这个肯定在我们肚子里面首先要一个数，是吧？不然你等一下动起笔来，等一下就无从下手，或者是画了一半就乱掉了，现在我心中已经有数了，准备画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梅花图，是吧？那主要的花，一堆大的，一堆小的，放在哪里，我心中都有数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起笔。那画刚才画枝条，刚才说了，枝条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怎么才会把这个梅花的枝条画好呢？首先我们要掌握好枝条的老枝条，也就是说比较大的粗的枝条呢，一般是用比较淡的墨，用淡墨来画老枝条，用比较浓的墨来画新的枝条，也就是说小枝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办法，所以这个大家首先要明白。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用大的笔来画，先画老枝条啊，老枝条，这个把笔浸完以后刮一刮，然后呢，因为这个用侧锋用笔，首先我们一定要调好墨，是吧？笔尖用淡墨
调到笔根，再加墨调到笔肚。现在我刚才讲了，这个不能太浓，因为我们这个是画老树枝。哎，从这边起笔是吧？这个在行笔的过程中侧锋的话，一定不要，最好是有一些灰白，那当然最好，是吧？有一些变化，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你看，有些灰白，这个效果非常漂亮，是吧？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浓的墨，画一个枝条，因为这个梅花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呀？跟一般的树不一样，它这个刺啊很多，这个要把它画出来。趁这个墨没干的时候，把这个这个大的枝条我们已经画好了。那为什么我这边出现一个什么空白？主要是画梅花，由空白出来画梅花。好，在画梅花之前，我们还要把这个小的枝条啊，用比较浓的墨，画小的枝条，要注意穿插，注意穿插。在画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刺啊，给它强调一下，趁这个墨色没干啊。好，我们现在主要的花准备放在这边一组，这边一组，是吧？这个枝条基本上就布局完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这个画梅花。梅花刚才讲了，我们开始呢画正面的正面的梅花，墨色可以调稍微饱满一点。因为如果你不颜色不饱满，画出来干了以后就不鲜艳，是吧？正面的你看，侧面的。这个蜜的话就要多画一点显得多
这个梅花集中在这边。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要画的梅花。要看画面哦，看画面，这个多少看好来，就不会乱。多少？好，这个画完以后，我们先把花蕊。这个再布一下啊，花蕊可以多画。拿你比较空的位置啊，你就把花蕊画出来就行了。好，基本上这个多少就出现了，可以了。然后我们把梅花的花蕊把它勾出来。这个用笔啊，就是用中锋型笔。小枝条给它勾出来啊。勾这个小枝条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可以加强它这个梅花的密度。所以要画好来，不急啊。该出，怎么出？要出。
因为我们是写意画，不要太规整，就是点到为止就行了。你看，很随意的，放松的，不要太拘谨。写意画你越拘谨，就可能效果就不好，啊。好，这组再勾一下。有些空白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墨啊，用墨来再加强它的这个分量。墨呢，也是用花蕊的画法一样。这样子显得这个画面啊，会显得更沉稳。就是根据比较空的地方啊，加一些墨点，是吧？会显得更沉稳。好，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梅花啊，这幅画就创作完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提一个款，是吧？因为这个梅花嘛，香自苦寒来，我们就来一个梅花香啊，梅香图吧。这个题款也重要，放在什么位置选好来。我们这幅画就完成了啊，谢谢大家。